咁好啦，嚟到摩羯座咯喎。咁摩羯座今年嘅事業咧，同埋財運咧，今年咧都會因為公司嗰個嘅財政問題啊，而令到日常嗰個工作嘅工作量變多。咁同埋咧突發要處理嘅事咧，亦都容易令到你心情唔係太好啦。而但係好彩咧，冷靜嘅你哋咧都能夠保持到鎮定嘅。咁用理性啦，同埋溝通嘅方法咧，就去解決問題啦。咁個人財務方面咧，收入咧就未必話係預期中咁理想啦。咁亦都會係導致呢個心情唔好啦，容易 pocket face 一啲嘅喎，今年會係。咁仲有愛情方面啦，咁未有伴侶嘅朋友咧，今年喺工作環境下邊咧，就可能咧就突然發現一啲一直喺身邊嘅戰友咧，係可以發展嘅對象嚟嘅喎。咁喺危難之中咧，患難見真情啊！咁呢啲都係一個幾浪漫嘅故事嚟嘅喎。咁如果大家身邊啦，一路都有一啲啊，都合作咗好耐嘅一啲嘅同事啊，或者 partner 啊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，會唔會突然之間有觸電嘅感覺喎？咁好啦，嚟到健康方面啦，今年上升摩羯座嘅朋友咧，向嚟咧都係要小心雙手、膊頭呢啲咁樣嘅健康問題嘅。咁今年咧就要注意啦，會唔會過分操勞啦，即係辛苦得滯啊，工作太忙啦，咁樣就引發咗呢個肩周炎啦、網球爪啊呢啲等等發炎嘅問題嘅喎。咁今年咧亦都係有手刀傷嘅機會嘅存在嘅。咁所以咧用刀啊、刀剪嘅時候啦，都要係加倍小心啦。